哎，墩子，墩子，别动，他下不了。墩子，墩子，哎，牛逼！不是我，我正在跟他说，你在 A 干嘛？别倒闭了，他一直收敛，你知道吗？小可爱还是小可爱，还在准啊，平时都。你不要，这时候你在看我这种迅雷闪的那个。哇哦，徒弟小德。小德徒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无线电，厉害吧？然后还要一直遇到外挂。感谢我徒弟小泽的一个烛光晚餐。小泽还差十一块钱升到35级了，小泽，再来个烛光晚餐升级了。再来个烛光晚餐升级了，小泽。刷个199不行吗？啊！超级牛！我徒弟出手就是最少就是烛光晚餐。Fire in the hole！ 感谢我徒弟小泽的一个烛光晚餐。你这个区怎么晚上这么多挂？小泽，你号赶紧密码改一个。我爸是爱心型的吗？哪里是爱心型的？小泽，赶紧改个密码。哪里是爱心型的？问题打完了。赶紧改个密码，别那个，别把号乱借人了。那号被封了，大哥。还打不？我可救不了你啊，号被封了。感谢我徒弟小泽的520。棒棒糖。还打吗？打完了。手势一关打完了。感谢我徒弟小泽的棒棒糖。没有没有吧。你在你刷你在。感谢我徒弟小泽的一个红包。没有吧。真是狗！你他妈的，真的！有外挂，对面这个 DJY 是个外挂，看不过这个 B 外挂。大嘴巴子，不是小嘴巴子。为什么我又跟你说了？知道吗？大嘴巴子，你知道什么叫大嘴巴子吗？外挂死人就一巴掌，你就这么大了。小红吧，享年20。没什么小红，来个小红吧。没什么小红，来个小红吧。没有，吹牛逼的。想要一辆法拉利，在人民币。厉害，状元。什么状元啊？骂你咋了？哎，国军国大状元。我怎么点了这么拐啊？什么？我操！我点错了，我点了托管，然后结果他炸出去了。我不要追了，可以吗？这一刀可以吗？嗯。现在我的徽章留下了。你包兵不到阵营了。原来是熊猫。升级了，可以的。可以啊，小泽。我点错了。现在。老子点错了，我去你的吧！吓死了！真的啊！小泽，你这个级升的有点快啊，小泽。知道没有？升级升的有点快。普通守护吧，知道没有？来个普通守护吧，300块钱，200块钱。哎，小泽今天。要支持啊！感谢我小泽徒弟。小泽徒弟，等我比赛完了，我再好好一起带你玩游戏，好吧？我们一起好好带你玩游戏，好吧？最近真的比赛，别让比赛太累了。这把打完下的休息，不管输或赢，好吧？唱你妈加倍，谁不会加倍？打完这把下睡觉。你说等一下吗？等一下去歪歪玩吗？然后等我等熊猫的一个那个透视冰了吧，直接变他妈逼透视加杯，再吃一个，是不是变那种透视冰块了？透视看看，来，这个，真鸡巴惨，啥逼玩意啊，流星雨。好，打完比赛。哇，冰箱打开好臭啊，石头！哇！啊，冷淡风流星
真鸡巴恶心石头，真的。啊！哇！你别大，哇，真的臭，真的。那冰箱打开，哇！臭。哪有两个打？恶心死了！太臭了！哎，你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他多少？四个十，四个九，四个三。我操你妈！老子这一炸，哇！卵子又没有，真臭，打不过。哦，真的是榴莲臭什么臭？真的恶心死了！我开了啊！哇，老子也是麻了。炸弹死在手上是真真鸡巴难受啊！真的。你咋装个游戏雨呢？装最便宜的礼物呗。我现在开了，现在开最便宜的礼物。我操！你是飘了吧？哇，他放了一个那个榴莲。在你妈逼冰箱里，冰箱一打开全是榴莲味，整个房间都是。哇！21分，小泽行不？上海一区。这二十一分加的美滋滋啊，小泽。但是我吃了一块，我就跑。我吃妈逼榴莲，我操！他把榴莲放在冰箱里，我们这冰箱是放水的，我操，放冰箱里。一点素质没有，这种。